美味大不同，你说变就变，怎么不可以把那些龙虾变成一个甜饼呢？对，因为那些龙虾变成只是上面一个框框，好像用网一样哎。这个雪糕红红的那个就是三包来的，对啊，炒饭跟焗肠粉都融入在这个馍馍里面，所以它要的东西是 two in one。炒饭跟焗肠粉，你白马踩啊，喂！再撒一些在上面的，你聪明也是。哦，这里想到这种，怎么没想到的？更多活价只在八度空间。